我有一个暧昧的对象。你有个暧昧对象，小三，婚外情啊？你的这个是不要挡到嘴巴啊？什么啊？Hello， 欢迎大家来到兔女郎频道，又到我们耳机猜谜的游戏时间啦。今天的游戏规则呢？我没有讲我是狼。对不起。Hello， 欢迎大家来到兔女郎频道，我是兔兔狼。今天又到了耳机猜谜的时间啦。Hello， 妙丽，欢迎加入我们的猜题时间。等一下呢，我们金姐已经帮我们出好一些题目。这时候呢，我们耳朵上都是戴着耳机的，那我们就是要把这个题目讲出来。可是你讲题目的东西的时候，你必须要是形容它，你不能把真正的答案给讲出来。所以另一个人就要猜出你所形容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。戴着耳机的情况下，努力去辨别他说的是什么。我跟你说，绝对不能讲一整句话，你就只能单词单词讲。一样，我们要感谢这一次影片的干妈智选家赞助我们这一款 One More Evil 旗舰款的真无线蓝牙耳机，它的降噪功能非常非常的好，它有 QuietMax 的技术，这一款耳机降噪深度达42分贝，这样通勤的时候其实抗噪功能也非常非常的好。那今天我们就透过游戏来帮大家实测这款耳机的功能吧，准备好了吗？来吧。我们刚刚试了一下这个耳机，然后觉得降噪真的非常好。我已经听不到我们现场的人在说什么了。我刚才看到大家嘴巴在叭叭，对对对，我就拿下说，哎，我觉得很 worry。 不是，你们要比一下动作，因为我现在已经听不到你们讲话声音，所以我才把耳机拿下。太好了。等一下呢，兔兔会先猜，我会看题目，然后就剪辑师麻烦再帮我们上特效。抱歉了，我已经没有办法讲第几题。我们的世界是一阵空白。那我要戴耳机喽。嗯。三个字，上课，个字，三个字，对，我们的活动，我们的活动，对，猜啊，见面会，哎，他猜到了对不对？我看他嘴型有猜到啊，拿下来，哦，等一下，你有猜到，我看你的嘴型，我知道你猜到了，真的好，好。好吃的早餐啊，酒肉有汤，还有饼，有肉有汤有饼，40秒，时间到了，猜啊，是什么？这很难的，有肉有汤有饼，有肉有蛋有饼。哦，我一直都讲错，你还没对对对对对对，什么对啊？我怎么知道？有肉有蛋有饼，蛋饼，四个字啦，我真的不知道哎，培根蛋饼啊，好难哦。来，下一题，下一题，下一题。什么时候？过年，恭喜发财，红包拿来，三个字，恭喜发财。啊，拿来。三个字，恭喜发财，红包拿来。三个字，红包来。时间到了吧？到了。恭喜发财，什么拿来？红包拿来啊，三个字啊。压岁钱拿来，红包袋。没默契。四个字，四个字。以前团康宿营，宿营晚上会有的萤火，四个字。萤火什么啊？它是一个活动，一个活动。对，宿营晚上跳舞，萤火夜游，萤火晚会，萤火晚会。对啊，五个字，圆圆的。在家跑，远远的在家跑的东西，扫地机器人，扫地机器人，两个字，两个字。你最喜欢的地方？什么地方？最喜欢啊？喜欢，喜欢的地方，我喜欢的地方。五个字，两个字，花莲。五个字，记性也不好。两个字，本机。门神，假名，门神假名，什么？
门神两个字，两个字，两个字。谁的假名？本鸡的假名，本鸡是扫帚。本鸡的假名是什么？时间到了，没有好奇，我想知道是答案呢。明星的假名是什么？艺名啊，两个字，头上会戴的东西，帽子、皇冠、安全帽，一个类型，类型，打棒球会戴的，下面都会戴的。棒球，棒球会戴的棒球帽，鸭舌帽，很像棒球帽，很像棒球帽，就鸭舌帽啊，两个字，老帽。名词这考得太深入了。这个刚刚是什么东西？这个是什么东西？下面会戴，你刚刚说下面会戴的，我想说 under。两个字，一楼，我要去一楼，到二楼，到各个楼，对对对对对，电梯，不是，很像，很像电梯，没电，楼梯，很烦，真的很烦，四个字，有火，有火，会香，有火，会香，会香，你喜欢的，我喜欢的，家里很多，香精油。四个字，四个字，我喜欢的，有火会香，香氛蜡烛，怎么表达得很差吗？有点微差，可是我讲太多你会听不懂，你会好，攻守交换，拍立得，拍立得，四个字哦，他需要，他需要什么？拍立得需要什么？底片，底片相机，他讲话是不是很大声？三个字，三个字。哎，我不能比。对，你不能比。韩国有一种素食，我们都很喜欢去买的炸鸡。三个字，一包一包的，一包一包辣的，里面都是一条一条的辣椒酱。品牌有个品牌，我们家也有。麦当劳。韩国。韩国三个字，对，一包一包的，一包一包的，一条一条，里面一条一条辣辣的，一条一条辣辣的，对，一条一条辣辣的，一包一包的，韩国，对，你知道这是什么？辛拉面。哦，我刚才在想辣泡面。哦，我不能讲面，我不能讲面呢、啊，一条一条的。下一题，三个字，三个字，我有一个暧昧的对象。你有个暧昧对象？对，但是真的吗？等一下，我跟他出去的时候，中间多了一个人啊，三个人，三个人，多余的人叫做啊，多余的人叫做多余的人，小三，三个字，婚外情啊，婚外情，你的这个是不要挡到嘴巴啊？什么啊？在干嘛？电灯泡，哎，你刚刚到底讲什么？我都听不到，哎，我说你不要打到嘴巴，打到什么嘴巴？你刚这样的时候，你这样的时候打到嘴巴，我看不懂在讲什么。我叫你不要打到嘴巴，我拿下来之后，啊，我说继续，啊，这有一种变成就是出题人自己都根本也不知道在干嘛。淡水六个字，六个字。淡水，淡水有卖一个东西，他都会一直调戏别人，什么什么别人啊？别人调戏别人，土耳其冰淇淋。两个字，风在记账，字太多了。不要讲那么多噼里啪啦，我看不出来是什么。两个字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把字讲短一点。我们的剪辑师，我们的剪辑师很爱在地板上，很爱在地板上用的那个东西，滑板。对。三个字。三个字，对，我们不能涂的在手上的那个东西，不能涂在手上的东西，不能涂在手上的东西，三个字，不介意女同志涂在手上的东西，女同志，对，不介意，指甲油，对，他问号，他问号，两个字，两个字。
很可爱。你不是在 Hello Kitty， 不是陆地上的，不是陆地上的。对，它会泡澡、泡脚、泡澡、泡澡，它会洗澡、洗澡，很可爱。它会洗澡啊。水豚，看你在闹水。水豚君不是会洗澡吗？水豚到底是什么？这很大，看起来很可爱，但其实很大。水豚君你知道吗？对啊，它会洗澡啊。哦，它会泡澡。对啊，它在那边，然后头上放一个那个。好，下一题，三个字，三个字。去海边的时候，吃海边。去海边，海边的时候会穿什么？比基尼。脚上会穿什么？海滩鞋。多猜一点，夹脚拖。对。三个字，三个字。有一首儿歌，儿歌什么什么什么跑得快，什么什么什么跑得快，两只老虎。三个字，其他跑得快的啦。上面坐着老太太，他们对。两个字，两个字。李医师帮我们装的东西，谁帮我们装东西？李医师，李医师，对，李医师，李医师，不是李医师，李医师，李医师，他帮我们装什么东西？对，好烦哦！我觉得我们猫以为我们吵架，他以为我们吵架，我们没有吵架。你回来唱一下儿歌。你说什么什么什么跑得快？你没有跟我说几个字，你赶快。三轮车跑得快。你给我唱两只老虎，你现在唱。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跑得快。对，两只老虎也跑得快，三轮车也跑得快耶。我好痛苦。我跟你说，儿歌那一题真的不是我的问题。刚进行完这么刺激的游戏，我现在要来跟大家好好说一下我们这个 One More Evil 耳机，它的设计真的很不错，很着重在它的机构件的设计上面。因为你知道它这里其实是一个陶瓷的工艺，这种技术的话会比较防止一些讯号的干扰，触控也会比较灵敏。然后接下来它的充电仓，这我一定要说，其实我觉得它摸起来是重重的感觉。有时候这种东西如果很轻的话，会感觉质感不够，那它其实是让人家觉得手感很好。我一定要称赞它这个机构件做得好，就会让人家觉得质感非常高，它什么地方的贴合都做得非常的精细，让你觉得说每个地方的合起来都是非常的平稳，所以整个质感就是会非常的好。但耳机本身是非常轻，佩戴不会有不舒适的感觉，非常的舒服。这两个黑白两色，这是我一定要称赞的地方，对我们也是非常百搭，所以我觉得其实对大家平常穿衣的时候也是非常好搭。然后我们现在戴起来给大家看一下，然后等下音乐又开始播，然后就哈。而且它抗噪，我自己是觉得非常好。我们刚刚游戏的过程中，你的感受如何？真的是听不到你在讲什么。我们要讲话，真的要沟通的时候，耳机一定要拿下来。像我自己是通勤的时候，很需要有一种自己的世界的空间，对，然后睡觉休息。因为我知道人跟人之间很容易互相干扰，就是我如果在你旁边的话，其实我的磁场会被彼此干扰。可是有时候声音会很像是一个屏蔽，让你有办法，就好像我不受他人磁场干扰，我现在就在我自己的世界里。抗噪好的话，音乐就会很凸显，而且加上这一个弯。More 的耳机其实还有一个很厉害，就是 Sound ID 智能声音校准的技术。它就是你点进去之后呢，它会有一些类型，看你平常喜欢听的是哪一种类型，以它为做基准。点进去之后，它就会开始进行盲测，它就是会有各式各样的 A 的声音，还有 B 的声音。然后你觉得你喜欢 A 还是 B， 你就是按照它这样点，点到最后测试完之后，它就会帮你建立出一个个人化的声音模式，自定义的模式就是这个样子。那这个耳机也推荐给大家。今天游戏怎么样？我觉得我今天太强了，就是今天有一点我不知道怎么讲，对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我有一点没有办法回想刚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，我只知道我很认真很认真想要玩这个游戏。我们透过游戏告诉大家这个耳机的抗噪有多好，希望大家可以明白我们如此大声讲话却都还听不到彼此的声音。今天影片就到这咯，喜欢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。关于这个智选家 One More Evil 旗舰款真无线蓝牙耳机的资讯，我们都放在影片下方。我最近讲话一直吃螺丝，你这句话永远会吃螺丝。放在影片下方资讯栏，喜欢的话记得点开来看看哦。想说拜拜。